好，那接下来第三首歌是，因为我刚说我是高雄的那个，我是高雄人嘛，大寮对。然后这首歌是在我十八，因为我十八岁的时候上台北，然后因为就是上去完成我的音乐的梦想这样子。那因为我是给我阿嬷带大的，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是我在有一天我半夜的时候忽然醒来，然后就拿着吉他就弹这弹吉他弹弹弹，然后就唱一些旋律，然后我就哭了，因为这首歌是我写给我阿嬷，就是应该说是写给我家人的心情，就是我爸妈我阿嬷那种，还有对整个高雄的一个不舍的感觉。那这首歌叫做《华麦批》，那内容就是说，就是一封信，那这封信是写给我阿嬷的，只不过是我是用唱的这样子，对，啊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谢谢。
的阿嬷。谢谢黄麦辉，我很喜欢。谢谢，谢谢伟泽。